开始。长长长长，听说您做手镯不是很厉害吗？这是我花10000块钱从老板手里买来的石头，你帮我切2条手镯出来。阿信啊，不是所有的翡翠岩石都能切出手镯，你花10000块在我这里钉这2条手镯不香吗？我10000块钱能切出帝王力手镯，你10000块钱能钉制帝王力手镯吗？阿信啊，你会后悔的，切出来你就知道了。阿力给开切。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地板里有没有？我操，无情！阿星，你看到了吧？都是裂，做不了手镯。我不服，我要继续切，直到切出手镯为止。我炸炸炸炸！我裁判，有来！阿星啊，你切了那么多，你切出来了吗？你服不服？服了，服了。所以说老铁啊，切是有风险，玩时需谨慎。阿信花那么多钱切了那么多石头，不要说切出帝王绿了，连手镯都没有切出来。如果是直接定制的话，都可以做5-6条这样子的手镯了。老铁，你们学会了没有？厂长，你以为我真想切手镯吗？我就是玩，我就是玩。